下一之一习题的第四题，题目跟我说已经知道数线上有两个点， P 点的坐标是 2， Q 点的坐标是负 9， 然后叫我求的是 PQ 两点间的距离是多少，还有 PQ 的中点坐标。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学过的东西。第一个，我可以知道说数线上假设有两个点 A 点跟 B 点，那 A 点的坐标是小 A， B 点的坐标是小 B， 所以 AB 两点的距离我就可以知道是 A 减掉 B 的绝对值，也会等于的是 B 减掉 A 的绝对值，因为距离没有负的，所以记得一定要加上绝对值哦。第二个重点是 AB 的中点坐标，就是把 A 点的坐标加上 B 点的坐标除以 2， 就是 AB 的中点坐标。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观念的话，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这一题哦。那因为 P 点的坐标是 2， Q 点的坐标是负 9， 所以 PQ 两点间的距离就是2减掉负 9， 再加上绝对值，那出来的结果就会是11。那第二个的话，中点坐标的话，就是把 P 点的坐标加上 Q 点的坐标除以 2， 就是 PQ 的中点坐标哦。